新手每个都推荐摩根娜，啊，那一只强啊。但你有想过，一次有两个先说说，你第二句是要推荐什么吗？这倒是有点奇怪了。哎，记得超级加倍开一开。超级加倍，他要那个啊，你活动中心，活动中心，然后限时活动里面有日月之争超级加倍，然后再加上你加倍券，再加上一大堆东西，大概可以到400%吧。活动中心在哪里？五美金右边，大凯好小声哦。真的、哦？喂喂喂，等一下我调一下。好啊，大凯，你以为我在跟你胡乱啊？我以为你在我的工位。又有新造型了，是不是？我已经是最大的。又怎么啦？又怎么了？又变小声啦？现在好一点了。我近一点啦，我知道自己去选。我还都躺着的，好累啊，哭啊！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躺着的关系？不可能。那大海健身是健多久？啊，健身啊！到对，七月开始健。玲珑一下。我是说一天的练多久？一天当然是4个小时啊。我是2个小时了。那以前你也是一天7餐吗？没有办法，我现在这个餐就已经吃了快吐了。他这个餐都是有调过的，七餐那是真的厉害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吃起来不得了。我这怎么样？我听也这么小声。等待并不可怕。看商店卖什么新的？你们好了，既然准备，加倍开一开。好了，既然准备。OK。啊，这么一个帽子。魔术帽。我在呢。我看一下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要14吗？等一下我想要那个。魔术帽还有一件新的衣服。我想那个，那叫什么？白虎印花生。你说猛虎印花生啊？没错，那个你问定义就对了。定义怎么玩的，你就不要学他玩。定义没那只的。定义怎么玩？在小虎岛的那种，小虎。反正他玩的那个方法就是错的、啊。怎么除了就是好像要一直跳吧？我其实也不太知道。其实他也不知道怎么玩，反正他就只能让大大嘴炮。啊！我只知道你玩的一定是有问题的。来，肯定的。我去啊，调个声音。胡伟来了，你也是要进去才选。哦，他们是跟铁。OK， go。OK， go， 开牌。理论上很快。看一下信箱有什么好料的。那、啊、是几等可以打乱的？25吧。世界赛开始报名中嘞。完了，画面忘了调。这一群要组一队的吗？那个资格有点难买啊。BLG 无常470，接力。BLG 好像还是蛮强的，不然我直接去加 JT 的啦。我觉得看哪一个有眼光的队伍要重金挖角你。对啊。现在开始培养还来得及啊。HKA 或 JT 啊，都可以啦。有点卡，看一下，应该是有什么东西没关。猛虎印花生，猛虎印花生。OK， 两个技能都不给放，这是什么练习？你要先练等，你要解他的修行，不是练等哦，你要解他的修行才可以哦。哦，这么麻烦啊！来了，没事。蒙古印花生大佛是卦，谁有卦？有人说的啊。这场这游戏还有人敢开卦？谁在那边真赌假赌啊？感觉有人来撞你、啊，真赌假赌。
这款有指令头或当身吗？有哦。我就是一直震。对啊，就是一直震啊！你管他，就是一直震啊！震到就是最大连段了。震到就是直接锵锵痛锵，直接秒杀。哎，这个你们新手有这个啊？这个减伤25%，基本上跟牛头人一样硬啊，随便打。好、哦，靠，旁边超多人的，毛后面就有一个。好了，走，是个好机会，先从他开始。哇，金武没想到，金武没了，没事，尸体可能有吧。哎呦，我被他过肩摔了。我还要回来杀他、啊！不需要。嘿！哇！完全忘记怎么玩哎、欸！请求支援！复活时刻！返回大厅，灵魂状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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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赶快！旁边复活，旁边复活！哇！谢谢。返回大厅，音乐太大声了。返魂台。返魂台，返魂台，回来了！来来来来来，这边这边这边，直接开扁，直接开扁，他们在楼上扁。后面还有个不长眼的，直接在那里复活，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你们新手还可以多复活一次哦。我直接拉神进来，鬼子进场。哎、欸，有大开大，36%。你是阿 Z 没有办？我先来救买油。哎呦，我会救你！怕我被砍刀了。没事，我在扁他。哎，不能嚣张多久啊！碎毛，扁死他！救！感觉没有用哎、欸。石头啊，石头！救一下，救一下！救他，救他，救他！后面也在拉，后面还在打哦。有啊，手柄乱抢哦。我都不知道我在打干嘛的，反正开就对了嘛。对对对，有就开，有就开。我中怪直接死了哎、欸。这边啊，没事，大海我会救你。哎呦！百战当先了呢、欸，吕布来了、欸啊。我都忘记怎么跑了、欸，就被粘到就直接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两次灵魂哦。对对对，你们还有一命，你们还有一命。大海，直接复活，直接复活。对不对？返魂！哎、欸、哎，我殒命了！啊，我你已经两次了，我殒命了，我能、欸、还有我自己就一次，我跟你一起死的。啊，为什么我的命没了？奇怪，你们不是应该有两命吗？为什么？我的命呢？命呢？他要毛把我命偷了。怎么可能？没事，毛还在，还是整队多一条。我已经超胜了。可以，毛就这样移动就对了。啊、你记得跑起来，你不用走的、啊。到底怎么移动？我总觉得我走的超慢的啦。你先变成跑步状态。哎、欸，你先补自己血啊！你可以补自己血啊，补自己血啊！可以可以，快跑快跑！哦、你快跑！哎、欸，那你怎么跑？我你怎么跑、啊？没事，等等你就会跑了。先返回大丁。大凯，讲到跑步还不教我？等一下才两条。两个都20等一下、啊，我站着被砍死的呢。先右键蓄力，右键蓄力，然后 shift 的取消，然后再右键蓄力。右键蓄力 ，OK OK， 完全懂了。有人拖命了，明白吧？完全明白吧？啊，所以我们不是两个都各一条命吗？应该是要这样子啊。我看它上面写是这样啊。奇怪，有吧、哦？原来它锁了60帧哦，难怪我就觉得怪怪的，怎么卡卡的？确实，我也感受到了。对，他刚锁60帧啊，你们记得调一下。无限制，无限制，限制。我的意思是啊，开到最大。其实我还没有换240HD 的萤幕，听说240的更丝滑。哦，有喂、欸。那你是240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。买了没有确定，我只看它很大，我就买了。现在应该已经没有60的了吧？还有人在用60的吗？还有人看不出60跟30的差别的？
解。神鹰堡，神鹰堡，可以，更帅。你副荧幕还是六十，六十真的不行啊！要看久了眼睛会坏掉、哦。六十帧真的不行，别人都跑到终点了，你还在一半而已。真的，六十帧真的不行，眼睛会坏掉。哇，这个人长这么帅啊！这套好炫哦。还有这个电音 skin 哎、欸，推去画质也才六十。不是你看影片跟玩游戏也不赶快呢？而且直播他就很卡，哎，他这一套是真的好看的。无常四百七，接力。说蓄力蓄不他，蓄力蓄不他吗？对啊。刚刚是这个是不是？他那件不知道是哪一件。六十帧荧幕应该列入危险物品，早就该列入危险物品了。超级恐怖的六十帧 ，Switch 就是一个六十帧的旧时代的产物，是吧，大凯？任天堂这不行吧？我不会啊，很好啊 ，Switch 带着走，大家小朋友合家开心，从最开始开始学。哎呀，小孩子不需要从两百四开始啊，从六十开始稳妥妥的。这六十。还算成熟，眼睛、啊、眼睛都割伤了，怎么会？哎呦，顺了顺了啦！哦，刚刚就是六十才那么卡，难怪刚扁不起来。哎，这里有两组人哦，应该开了都没有东西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开了都没有东西，没事，我们再去杀人了。走，是个好机会。我是空手的，你侄子也最爱 Switch。哎，毛被打嘞，毛你往我们这边跑。我有很多药啦，我能帮你的就是帮你吃药。你能帮他吃药？你们在哪里？我在往你那边跑啊！你在楼上是不是？你跳下来，你跳下来。好，继续走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可以，啊、这位置可以。他在收你吗？对对对，在收我，在收我。我直接天降骑兵。先从他开始。天降骑兵。来。解一下，咸鱼死了，咸鱼死了吗？咸鱼，说阿斯，说阿斯，可以，我这个咸鱼配什么？可以，我带老板一向都是最稳的。来了，又来了，哎、欸，我鬼子正刀，双解的是，他们还救起来嘞。他们有个跑掉了，有一个隐形跑掉了。没有没有，他们没有跑，他们没有跑，他们就在这里。他们整队都在这里。猛虎一化身，完蛋了！我直接隔壁复活，马上回来救你们。你们有大先开大。我为什么猛虎一靠呀？我的猛虎一化身，你也是巧虎啊！还活着。靠，九十八趴，哎。你是救吗？我这晚上不开大了，我只能先扑过去了。哎、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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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能救你的。我已经脱离了我的肉体了。你已经超凡了。没错，超凡。再走一个。我点在哪里啊？哭啊！被围走了。小朋友，准备来猛虎硬化身呢？扁他！他啊，开冰了，他开冰了，开金人，但是金人，哎，没事，靠你们了。毛拉拉拉我一下，你那只好像会补血。猛虎硬化身是按哪个键啊？我点上两个，怎么拉你？猛虎硬化身就是一直按 V 啊。没事，大海快跑！猛虎硬化身。可以，猛虎硬化身硬得很啊！还有那个魔关羽、欸，
那魔关羽看到快跑，看到快跑，张凯来偷救我，我还有救，我在你后面啊。在哪里？是，哎、欸，旁边也在偷救、哦。魔关羽在追我，魔关羽在追我。我哎、欸，没了，好，回去了、哦。OK， 毛謝謝毛快来救我们，他大凯要把这个人打死了。好，大凯一打二，我偷偷的嘛。啊，你偷偷的，可以，先拉我。哭啊，我蓄力失败了，武器这个。先拉我是一个好选择。掉了。有没有全荧幕？还有没看到？变大手了、欸。变大手，要先拉一下。我等一下、哦。这个四川话很卡的。哇！你全荧幕吧，等一下，大海，小声一点。偷偷的。大佛傻傻的不知道，哎，他过来了。小心地上。哇，你这捉迷藏玩的好哎。他不知道。他不知道，真的。快补。没补，你有丢吗？丢这个。我没有补。我丢。OK， 你在我前面吃了。我丢给你了。去那边。有。笑，丁你就笑。你可知我那补哪里来的？储备不够。不要这样，要逼大海把这大实话都讲出来。哎、欸，我开嘲讽了。毁灭一切。你还会嘲讽哦？啊，就是全场会知道我们在哪里。活下来有12000块，一个人12000。还是倒数。我们先收一点补吧。对啊，我们要活4分钟。哎、欸，毛，你的大招是什么来着？其实我不知道你那招的大招，好像是帮自己复活吧。你不要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看椰子西看一下，我记得是帮自己复活、啊，就是你100%的时候，你可以多一条命了。被敌人发现、欸，敲钟是不是？那是敲钟。有人敲钟，有人敲钟。哎、欸，在我脸上。椰子，你也太远了吧？你跑我们这，你再跑一下啊！你直接返魂啦、啊！你两个返魂，还能往我们这边跑？那还另外一组来抓我们的，快走！我要溜啊！我要溜！哎、欸，在打，他们在打！哇，来喽 ！God JJ 准备加入战局。大海，你血没满？嗯？可以。我就一直当身。没错。哎、欸，他是金的，这么狂啊！一秒16刀。哎、欸，他们是超级补血阵哎、欸！他把这为什么甲都满了、啊，还是怎样啊？受不了了，猛虎一化身。哦，我还能复活，我有僵尸两个，救人来嘞！哎，猛虎一化身就挥三下，就人就回家睡觉了。哎、欸，对我被干掉嘞、欸！哭啊，这个金甲的，这个金甲，这个超痛嘞、欸！哎、欸，毛，你先跑一下，等他们渔翁得利哦。没问题，哎、欸，没问题，返回大厅。OK， 我今天也有跟你学。OK， 怎么跟老师说？不是他们怎么有金甲、okay. 塞告？返回大厅。返回大厅。很怪哦，我是猛虎硬化身，挥个三下。猛虎硬化身其实蛮难的，完全明白。没问题哦，13等哦，这把经验209，不错。嗯，还是你玩那个武田信忠，知道武田信忠吗？那则好像大招更帅，大招是次，他的大招是次元斩，他会展开一个领域，然后把里面的人全部剁碎。不帅、啊，超帅，我一记了，很帅、欸，很帅，妖刀姬，啊，妖刀姬好玩，你不是有买吗？没错，他这个大招啊，封印解除， okay. 有了武田信忠拿出来用，哎、欸，然后他会空手夺白刃，
当然我没有这一组。下虫，我只要被打就是直接打到死。无常四百七。只要被打，你就是先丢一个刀子在自己脚下，安全了。来来，我选这一只必吃的，这一只必吃。我们去这个灵骨塔。哎，灵骨塔很适合我，我可以复活两次。灵骨塔真的。这灵骨塔，这不吉利啊。地图就要灵骨塔。战术护目镜。今日。这个角色我是照着炼狱大哥的那个宣传图去捏的，要到极了。你竟然还要买 skin？ 这是这有 skin 吗？还是我抽到？你这次没 skin 啊？不知道你有没有抽到？你抽看看。我肯定没买啊！我上次单都是三个月前。有这么久吗？我们不是一直有在玩吗？对，你们一直有在玩，我没有。这里有个完蛋，哎，我开金箱，他开蓝箱，那肯定。哎，这里有人。等一下，我连甲都没拿到，哎，有点衰。你坚持一下，你是指甲，你坚持一下，撑到我们来啊！我到了，我到了，猫在你后面，猫一打三，哎，好强啊！我没事。你记得丢你那个刀，哎，丢完了。哎，他们跳下去了。啊！我来，我已碎了。加南，加南，加南没招，加南没招。可以，终于。不、哦，哎、欸，你们赶快吃那个甲，赶快吃那个。马上按 tab， 然后马上按一、e ，可以吃掉他的灵魂回血。好、oh. okay. 我忘了吃那个人。我不想依赖。有人飞走了。量不要冷。啊！你们嗑药的时候记得要咬啊，比较不会死。啊，有 V 啊，这是 V 吗？嘻嘻嘻嘻嘻。哎，这里有一个，然后上面有个在开枪，先追这个吧。前面两个，指甲，指甲。哎，对，他是会震刀的。哇靠！他喷火了。有人发现？完蛋，被弹死了。还是大海，我来救你。他们不是一组吧？烧尽一片呢。我在后面搞搞偷袭，我先收一个四季豆，好吃。我是来，那是有点不妙。两位兄弟，坚持一下。还是我灵魂状态？等一下，先别冲动。你很强。OK， 灵魂状态，灵魂状态。OK，OK，、OK OK, 我们三个还在一起啊。好，就在隔壁，就在隔壁。隔壁，天上，天上，天上。哦，可以，是上面，最上面。挪移。哇，怎么爬不上去了？来来，复活我大。来了。哎，刚好有一个在旁边嗑药。哇，扩刀！我有刀。那先打这个、啊，先打这个，这个有一个人在偷开枪。大火呢？用枪打，用枪打，用枪打！哭啊！为什么没震到啊？真的在哭啊！哎，先下来救大凯。啊！我的 B 卷来了。哎，上面有一个在开枪哎、欸。走！好、哦，被冲过来了，有料哎！哦，这是你的刀吗？没错，再加上文明月，稳到不行。我们在上面先偷射下面嘛。
有哦，这招。你们有枪开枪哦，他们应该都没炸。哦，对哈、哦。忘记玩这一款，你要小心。冬之花降临的时候，你会危险。冬之花降临的时候，就是我最强的时候。来啊，这里就是看准度的时候啦。OK， 二十发中一发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哎、欸，二楼有人来，二楼有人来，兄弟们，后面、啊。二楼的先打，二楼先打，在哪里？我跳，差掉下去了，跳下去了。那继续射啊，继续射啊！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炮，他就溜了。炮兵队哦。我是很炮了，我不觉得你们是不是炮不炮？又中一枪！哎呦，有了！大海里的甚至还是散弹枪哦，又不是变戏法，我没子弹了。我那也散弹枪。哎，有人在我们楼下哎、欸，我没大、欸，不可能放过他的。不有大，敲个钟，我来敲个钟吧。好，阿爸你敲一下，看一下他们具体位置。猛虎进化身，在我们的楼下是在打架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他们在正常的收哦。不带上他吗？这里有果子吃。哎、欸，他们也发现我们了，我要吃果子，在楼上等，我们就在楼上等。基因之力毁灭一切。大改太刀的跳斩很强，会自动追到敌人。左键左键，跳起来左键。哎、欸，有人在我们旁边哦，在那个复活台那里。来喽！与我战斗！不、哦，他两个、啊，刀，嗯，反正我没捡起来，靠、啊，失误了。我赢了，但奶瓶破不受伤了。幽门只应该沾点阴雷之眼，阴雷化身吗？我先修。我、哦、灵魂状态，我先修。只有我能活两次吗？大海不行吗？先不冲动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天神之眼被断了，天神之眼。大哥来救你们啦！急急如律令！我靠，这个这么帅啊！又飞走了，没错，先把你拉起来再说。这个有哎、欸，然后哎、欸，有人掉下来了、欸，就在我们过来了，在毛那边，对，哎、欸，从毛那边跑过去哦。真假？他残，汉残，汉残。他被我斩到了，他不用走了。他走了一段路哎、欸，嗯，没想到还被他走了一段路。哎呦呦呦，他怎么感觉东西很好？那紫色甲怎么不见了、啊？紫色甲跑到谁身上了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是我哎、欸，护法被你拿走了、啊，没事、啊，准备上去给他们收尸吧。你们有大吗？有人下来，有人下来，不行啊，死掉了，他在我没甲、欸，我没甲、欸，我先补、啊、不要甲，哎、欸、呀。你拿我来补，我补甲下来喽。大海先补血吧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补哎、欸，你没有那个吗？我找一下。这里这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这个商店旁边。啊，直接买商店吧，直接买商店了，商店可以买点东西。可以吃满。体积太来。续命树。体积太来。哎呦，多一条命哎、欸，我这拿到一个续命树哎、欸，好爽。8000块，我其实哎、欸，这边有许愿池，这个很爽。你丢一个垃圾进去，它会变一个好东西出来。真假？许愿池，这什么鸟枪？啊，我要怎么丢？你就按 tab， 然后右键把它丢出来。你要丢在正中间哦。有了，弹出来了，双节棍。啊，我的魂玉怎么没有变好？魂玉？魂玉不会变啊，只有那个、啊。只有武器啊？啊，你们要不要这个长剑？紫色的、欸，因为这边有东西出来呢、欸，因为他用完了，他只能用三次。
哎呀，他骗了我的武器哦。没有，他掉在旁边。哎，他们还在里面呢。我要进去找他们。对，我要走。他们还在打，他们在天上打。掉下来的一个人，毛的还在飞。金甲，金甲这个先，哎、欸，毛来助我们，你必之力。红无烟化身像，跑掉了吗？没跑，没跑，没跑。哇，你抓到他了！我，看我再添点乾坤！我直接空大哎、欸，他有金枪哎、欸，我操！金枪哎、欸，你们可不可以用？我拿了长哎、欸、长剑给你们吧，我比较喜欢拿枪。嗯，对。我直接你来，他有龙甲，楼上的大概是还在打，等你们弄好出发吧。大凯怎么还是白甲？刚刚他不是掉一个蓝甲？哎，右边有人震刀，哦，这里死人了，大凯，这里金装。靠！我的这个猛虎鹰又没用出来了，哇！你有旋风震雷刀哦！不、哦，这是什么？我都不知道，这很猛哎、欸！你刚拿到了一个金色魂玉，就是你左键按住之后可以把人转到烂掉。OK， 大海这里指甲，这里指甲，抽星补天呢、欸。靠！我这个原来不是，我这个是那个武田信什么武田下面中的那个嘞。哎、欸，大海，你有常见啊？这里有这个常见的金魂玉、紫魂玉啊。我忘记我换甲了。我可以转转嘞、欸，凭空出那个超强了。哎、欸，有人在打我们哦，你们先躲一下哦。我不想依赖此物。哎，不会，他就一个人。那我就是我的大吧？哎，我的大怎么有用出来还没用出来，又失敌了。哎，丁，你教一下大凯哦。你就继续不教。我这个武田信忠是怎样啊？这个人他不是刚四元斩那个吗？对啊，你是武田信忠嘛？你的大招是解放风之力 啊，然后再按一下就会四元斩啊。哎，这里有金双节棍哎，还是我拿？我哇，可是我有这个扩刀哎、欸。我不太会双节棍，那给大凯、欸。我还有枪神技耶，谁是拿枪的、啊？我是拿枪。因为我有枪神技，那给你，风火穿心脚。哦，枪！你是拿弓箭吗？我拿火炮耶。哎，我靠，金双节棍你们不要。这还有那个大圣油哎，这什么？大圣油，枪！枪的。获得也是金色装备。枪的也是你的吗？也是我的，也是我的。现在基本上我就是枪的最强形态了。好、啊，我已经可以直接这个出来了。这把吃了吧？这把吃了，这把必吃。这要怎么不吃？我真想知道。我九齿钉耙拿出来了，正式宣布。哎，那个这个怎么用来着？来，我们先跑图吧。李小璐 ，BGM 怎么出来的？忘记怎么按那个表情符号了？是你们在开炮吗？是不是别人？不是我，后面有一个。一组，不是一个。队友转起来。我在跑图，哇！我就一直在那边旁边看，然后转死、啊。你那个其实是会被震刀的、哦，对，很危险。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，他们没在震的时候再走。OK。他没想到我会不怕他震刀。嗯，他应该没想到。哎、欸、，YY 没有那个哎、欸，没有表情哎、欸。出其不意的时候用。
没错，矮金枪哎，这也开始啦。跑毒跑毒，看一下我们要跑到哪里。毒圈到了，顺便顺便买东西吧，三万块钱哎。可以买那个。三万块钱是你。买卷轴啊、哦？你们那么穷啊？我还行吧，七千。哪家？绳索记得买。返魂符还能买？可以啊，可以帮队友复活啊。道具包没卖了。来机器人！哎，来了。喷心脚，我先修，我直接被秒了。斩马刀用的，没你那个好用啊，你那个比较好用。尽量不要浪费。哎，旁边有个钟哎，我们那里去敲一下吧。这个人也是急着返回大厅了、啊，校正一下，还没有校正。我要来校正了，看好了，安保这个贵的哦，什么贵的？我又能够再次逆转阴阳了。哦，OK， 又在播这个音乐了。你说你在这边跳舞，这很贵啊，这贵哦，是你的跳舞动作很贵吗？还是没错，绝将至，这个多少钱？这至少几千块起跳，啊！而且还有音乐哦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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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上次不是说这个音乐别人也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啊，你应该听得到吧？有啊有啊，有听到。啊，对手也听得到啊，我现在在这里放啊。就剩一组了啦。几千块。感觉花的钱很值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去找他们，去找他们，不然我这张符快没了。可以，跟着你啊！没有没有，你们要走前面，我放符被打会断。哦，前面，大凯，我会把你们传回来、啊，而且我可以。我这只远程脚呢？那剩我了吗？你们两个应该都没关系，远程脚。但管他了，先赶快找到人，不然这符都要乱丢了。开那个校正，开那个校正，那是校正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有个玻璃球。这一组感觉应该躲在这附近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看一下那个草丛。还无法调动阴阳耳机。哎、欸，剩一个哎、欸。赢了。两个不是吗？五两个，两个，两、欸、个，可能会三个哦，可能会三个哦。好、哦，所以他是把人拉起来了，是吗？他现在在拉人，他现在在拉人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一个打三个，一个打三个，这么有料。嗯，刚刚应该是有一个人一个打三个，所以有一个人打了三个，杀了两个。嗯，杀了两个，有可能。有任何动静吗？我卷轴快没了。看我再颠倒乾坤。这里没有。OK， 我要炸下面了，我们跑过去吧。哦、oh. ，我已经炸了。我能看到什么、欸？哎，但是我看到的东西吗？你看到啊，这游戏？哎、欸，可以，就是看到了，他偷买复活符。所以算出还想走啊？这萧条，快进救命！一出神一战，大海赤焰战。我被拼起来了！呀，走！哎，回去杀他们，就在旁边而已，就在旁边而已。我先补一下状态。尽量不要浪费。哦，他要拉人了，没事哦，打 round two 哦。不，我刚刚差点嗝屁了。大哥要是死了，我起来，刚好被他秒杀。啊，这个人是回血，是不是？哭啊！我打输了。
你嘞。跟他了。那个卡牌，一挑一，就是单挑对决，都是金甲。但实力是有差的。哎呦！啊，你这能砍到、啊？刚刚那个飞是正常的吗？刚刚不是对面倒一个？刚刚我生力低，我看你们也血量也不多。Okay, 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你是真的有的、欸，那肯定。你在吹喇叭吧？无间修罗，哒哒哒哒哒。我还以为在吹喇叭哎、欸。哒哒。带3800伤害，不是根本打不到人呢、啊。我那个还是补的，没有，我那个根本不知道。我在研究那个、啊、五天信都很难用哦、啊。你说次元斩你放不出来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那个一直按那个 V 哦，不是，他好像是按 F 哦，他那个小招会被取代，然后他会变成次元斩嘛？他变成一个那个好像那个什么紫色死神哦、啊，跑出去，哎、欸，或变成战神过。我们应该那个是队伍的、啊，这一组很杀哎、欸，没有单人的、哦，你看大凯就没有，哦，你要变战神，这一组怎么感觉比我们强很多？这组超强，还好他们只有两个，那个，还在研究这个角色。哦，我18级了，还好我那个极限一飞，确实。不知道、欸、那一波反正我是要死啊，我不知道我被他那个大招冰起来，差点直接上西天。天道无形，天道无形，传送不搞，传送本来就不搞的。此间就是地狱，哦，亮个亮，对凡人来说，我要怎么看那个武田信中的绝招啊？我记得可以看嘛。赌上我的性命，你必败无疑。了，还是没有很了解。再进去四个级吧。天赋看，啊、哦，他会有这个演练给你看。看一下，OK 吗？这个是阿鬼出去，丁应该已经死了。无充血，封印解除顺。对啊，这个啊，次元斩，这个。大概这个啊，哦，哪个？封印解除顺这个，这个砍刀超痛啊，这个会直接死。哦哟，哦，很帅、欸，这怎么用的、啊？他八折呀，变身的时候，2秒内按住左键，然后瞄准，我也不太知道哎、欸，你等用用看，我看一般的封印解除是怎样。很神秘啊！一般封印解除就是封印解除，然后被打死的。我也不知道怎样，我就解除了，然后不知道干嘛。你在那里封印解除完没事可以做、啊？我以为封印解除就要他自己会干嘛，还是有什么东西？结果也没有，我就封印解除，然后就打在地上。他说按 F 可以用封连回复加那个、啊。哦，那就是对，那就是那个小招了。我一直按那个、啊、开大是那个什么 V 哦还是什么？我就一直按那个 V 没有反应，那个条一直跑。反正他会一直降嘛。嗯，要按左键，所以他是先按 F， 然后按左键把它发射出去，是不是？大道玄妙，感觉我们很有默契哎。嗯，我们应该没啥问题啊，打中场嘎嘎的。怎么变鬼脸了？这怎样？我旁边有个绿巨人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又是这个人。我上次也是这样背后看着他，然后转过来变一颗西瓜。这个带这个大厅已经可以先心理战了。
啊、嗯，这是大厅，你走一走就会看到一些很怪的家伙。什么纳美克星人？他是西瓜、啊。有纳美克星人哦，哇，还有这个哎，他那个独立的外星人。这个是灭霸。他这个西瓜是看着丁义的头捏出来的吗？好呗，好呗。他那发型完全就是。这个人还有狮子头哎。小心狮子，小心小心狮子，小心狮子。这一件帅、欸。哎、欸、猫，你看你对面有这个、欸、绝版，绝版的妖刀姬哎、欸，这个金色的，金色的，我要给他超帅、欸，我操！这个绝版的，如果你两个月前玩还有，这个也是要几千块吧？这个要用抽的，哦，这几千块又不一定拿得到。嗯、你有几万块，你说不定几十块就拿到了，那也有可能。嗯阳寿够多就会拿得到啊！刚忘记选复活地点，我们可能会掉在荒郊野外。哦，没有，像这里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里是肥的，这里肥的，这里白练洞啊。这里就是大凯有可能会迷路。我也会迷路，你知道吗？那 OK， 上下全都有人，我还没拿到武器耶。大凯，你进来我这个洞。我已算出，这个洞里有点远，这边已经太大了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我不去。哭啊！你被干掉了。哎，大哥也中刀了。我靠！我靠！爆秒了、欸。没事，你们坚持一下。我啥都没有，我的血没有再掉过了。哎，好，走，返魂，灵魂，什么返魂？谁叫返回大厅的？没有没有，没那么快返回大厅哦，赶快来返魂台，返魂台集合。刚刚那个武器有点废哦。我完全认同你，烂武器。哎，有人附我在旁边，先杀他吧，他还去拉队友哎。啊！去捡他自己尸体、欸。他就在这，他没有假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他有队友。我先修。哇，很多复活的往你们那边冲嘞，好狠啊！打他一个措手不及，哎、欸，哭啊哭啊，哎、欸，他也死了，啊，我直接被秒了，这我可以再复活一次吗、欸？你可以再复活一次，不可能啊！我刚打了一个措手不及，为什么我突然不能动、啊？哎、欸，这里超多人的、哦，你偷偷的先拉我们，偷偷的先拉我们，我这边比较安全，我这边里面一个而已，在我身上，偷偷的，他很残，你就丢那个刀、欸，哎，他要走了，他很残。哎、欸，那个两个不是队友，那两个不是队友。不懂，武器又不见了。你刚被震刀了，你没捡啊，快跑啊！你用右键，你用右键可以点死他。你别拿，别拿，别拿那个，按波浪键。妖刀现世。好，妖刀现世，先砍他，再砍。好妖嘞、欸！为什么是这个波浪剑？哎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我没大厅。我在最后换到武器喽。嗯，你按波浪剑的话，可以把拳头掏出来。OK。如果没改设定的话，嗯、应该是。大概打1999。根本就不知道哎、欸，妈的挥出去那个伤害还是怎样的，不知道哎、欸。OK，、这个、完全没有问题。OK 吧。OK，、全打得好是可以逆转，确实是可以逆转的。
因为拳头前期其实不输蓝武器啊。有这种说法。嗯，蓝色武器没有比拳头痛啊，拳头一套是500啊。那一开始干嘛拿武器？啊，武器可以连段啊。就是如果你真的在用拳头跟他硬拼的话，不一定会输啊。完全没有问题。对，而且拳头有一个优势是不会被震刀，只是他的动作就很有限，他没有办法轻攻击啦。大道玄妙，不服就不可叫他拿拳头打。这把那我懂了，我这把就是那个嘛。看到紫色武器之前不拿，我还真的练过拳头连段哦。哦，打他，那么打他，那个很强。怎么打他？等下练刀房拿那个蓝刀剁哈。练刀房。就，是啊，阿哲以前都开练刀房。有练刀房啊，我看一下。你需要你来定义。不可。要切磋就对了。他那时候被我。定义在干嘛？我吃东西啊。啊？还假装？还假装不在啊？乱讲，在吃。这原。你那个肉松是从扬州开始哦。乱讲。大海没玩到，大海有玩到啊！哎，大海现在是几等啊？好像14吧。那其实也快了。我当然在教你们那个拳头连段了、啊，但你们先正常的打。那个拳头连段很有用。好，司马友。It's me、欸。有金枪哎、欸。是哦，我还双金枪。金弩枪。我没事。谁被打了？我。你坚持一下，我马上来。大凯当一号位就好，一号位就是最强的。导游，哎，大凯快来救人哦！哎呀，跑过来了。大凯刚刚 is me， 感觉就很像要接那个。Joker， 与我战斗！哎，我先去复活了，一号位倒了。不知道挥不到他呀，呼！好。哭啊！我的刀怎么在上面？你们赶快来复活吧。好啊，我的金枪没啦。好啊，我的金炮没啦。你还有金色的炮、啊？我只能说金色的炮打的也不痛。没啦，我刚刚拿出来跟那个白武轰来轰去，我输了。因为炮很难用嘛，炮是拿来打大火那些东西的。复仇吗？左边楼上，那肯定复仇、哦。你们有大了没？他敲钟了，60%。我被蹲了。我等下回个点。他怎么有霸体啊？哇！我没按到狙了，又没挡到。好、哦，没事，我带走他。我靠，这个是尼尔啊，那个人。哎，尼尔是尼尔。为什么我可以复活两次？大凯不行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有新手保护，可能那个有天数吧，因为大凯上次才登录，他登录有一阵子。来，等你来救我们。这么奇怪啊！我晚点登录就不是新手了。他没发现，他在背后偷偷的。你有看到他吗？我算到他一定会慌。我没有。你看到他吗？我看到了。
哎，我也交给你就可以了、欸，是交给我就可以了。但有人来了，扇子人呢、欸？啊！我这个树怎么了、哦？不了了！你们快走啊！我幺八线是，你选的是哪一招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你选的是会飞过去的那个吗？你先跑吧，不然可能要去大厅才知道。他那个招直接都出螺旋丸，不知道怎样。返回大厅，大凯在抽螺旋丸。哎、欸，你不能再按 V 啊！你那个毛，你不能再按 V 啊！你按 V 会取消大招啊。哦，没有，我大招有挥完。我只想说，我记得大招可以动，我刚刚就在原地挥三刀。啊，你大招可以动啊，你大招有那个，有一种大招是可以动的。我来看看，不祥之刃，每次斩击后可按左键进行瞬移。哦，空手夺白刃哦。哦，原来我的 F 是拿来抢别人武器用的、啊。呵，没错，每一个大招都是能动的、啊，要刀机。哦，都是可以飞过去的，是不是？没错，三个都是能动的。好了，我来给你们看那个拳头连段啦、啊、看你们要不要看一下基础的拳头连段。修罗很强啊，修罗普通强，修罗就是大师哦，无间修罗是精英哦。拳头连段啊，虽然这个呢，这个拳头连段，如果在ping比较高的情况下呢，是无限连。要把自己的ping高一些啊。没有，是敌人的ping比较高的时候，他是躲不掉的。哦，一拳一拳的，一拳一拳，一拳一拳，就是你先用其他武器把人家打了之后。然后敌人倒地的时候切成拳头。这个我之前还有特别练过。一拳一拳的。没错，是直接无限连到死，那个是绝对动不了的，不放技能是绝对动不了的。哦，这里又有金箱哦。哇，好爽，两个金箱。我是追杀目标欸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要死了。接了追杀令啊！体急太来，江湖追杀令。江湖追杀令，这么快就有人追杀你了？哎，大海，你怎么不拿这些甲？好，我们看到，啊，这边这个。扇子，我不会用哎、欸。人飞过来，哎、欸，有人直接飞到我们脸上哎、欸，立马凶悍嘛。他毫发无伤的撤退嘞，
没有没有，他这样走不了了。你追着他，你追着他。在哪里？我被他砍烂了。别慌，啊，只有人在这。冲出镜。还有一个在这。猎靠帮忙，后面还有一个，后面还有一个。OK， 我要变灵魂状态，没事，看毛表演，毛秀一波两个残血 ，OK OK， 灵魂状态，反灵魂状态，哎呦靠了，赶快去，赶快去杀他，他们两个残血，哇，我的毛子突然变重了，我大刀70%。66%，我是为什么快绕圈圈了？时间哦，绕圈圈是什么情况？老滑鼠不能动哎、欸！阿猫救我！来了！我是剑气大师，绝起吧，杀爆！我被秒杀！哼，我被。我还能再活一次，沙暴之中了，可以，大凯赶快来救我，他们没大了，你们两个一起开大可以赢的，没问题。然后一个偷拉我，两个开大，一个偷拉你。嗯，大凯已经跟他打起来了，大凯已经开大了，哎，大凯可能，哎，大凯变成尸体了，我没大，可以，妖刀现世一砍三。偷拉！他们来，对，他们要你要你命了，我。阿毛一打三，妖刀去世。哦，我怎么又没有玩到了？我这把好像就。飞在空中飞一飞就结束了，嗯，有点乖乖。没事，我鬼转返回大厅，返回大厅。该拿出我面角了。你面角这么多只哦？嗯。我面角龙王啊，刚好可以让大凯放出他的大招。大凯，你先解那个修行啊，你这样才有第二个大招。哎呀。修行在活动中心是吧？在英雄的修行那里，英雄，然后你点你的角色，然后点修行，他会有他的英雄专属任务要解。修行已开，悟天性中。有嘞，可以拿这个古币，嘿嘿。你全解了，他就会解锁他的大招了。哎呀，无间修罗，毕竟我是单排的无间修罗啊。这打多排概念不太一样。我有了一个这个空手夺白刃的特殊模式。看一下。无牵无挂。我踏浪而来，崔三两家都用哪一招啊？我这个摔好了，感觉稳一点呢。他们都叫我雾海龙王。崔三两，我看好像都变成那个全无护体的那个，是不是？找我，就算找死。OK， 来 ，Go， 我来一首火男呐、啊，给大家表演一首火男颠扫。无限连段，我可以让敌人在空中飞一辈子。可以。哎呦，感谢 YOLO 老师的揪团。哎，老师，你看我这连段啊。
噔噔噔噔。就是这个遮影布，遮影布加颠扫，也给观众们学一下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火台连段。有龙抬头吗？有喏，就这样抬哦。哦，百炼洞，都往洞里。百炼洞，老地方，我的最爱。怎么这个洞这么浅，然后没东西啊？那个洞有东西，每个洞都有东西。要来的。なかないで私の恋心。又怎么啦？又怎么啦？我也不知道。阿毛无话可说吗？阿毛就是最喜欢听这首，他每次都要问唱了没？我没有对策。要等那个他有老师教。他没有人，敌人在附近。我有接一个杀人的任务，应该人就在附近。就在大凯的旁边哦，是整组的哦，我从天而降，让我一个人挨揍吗？又杀了这个蓝甲，没问题，我直接给他一个 fireball 啊！我靠，你那会炸队友吗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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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炸死队友。没有，只他俩磕头哎，有爽哦！哎，还有一个在旁边，他队友，看戏啊！他的猫叫可乐，够啦！可挡，先放裂缝啊！我这是概念不太一样啊，我这是不用先放裂缝、啊，复活吗？他们？理论上他们会在旁边复活、啊，听一下，还是他们没有这么大胆？厉害呀！快点拉掉了！哎，有声音喽，有人勾绳喽，来喽，准备战斗，来了，要下一个，好，是他一个，快拿十字弩了。火球术，哈！黑皮哎，烈火焚身，火球，火球，火球！哦，这队感觉很菜，很适合我。这队好吃的，这队好吃的。这东西太有用了。这队就是，天哪，这根本就是我。天哪！你是妖刀的化身。我只能说这个火球超痛，一下500，和新的一样。人机那哪是人机？人机不会三个人一组，而且现在已经没有人机局了，大凯已经等级起来了。啊，难怪今天都没玩到，原来是已经那个。难怪你今天都砍不到人。对啊，今天199499，整天吃到饱，受不了。并不像空的。我记得你有一场打2999的、啊，还行啊，至少是比较贵的、啊。不要那个、欸，活久一点的。是没带那个、欸，这是火球颠扫嘛？没错，因为不然带了这个。
但我记得这个也可以颠才对啊，应该可以。为什么声音？只是没有办法冲全旗。怎么没有 UB 上分环节？哦，今天快打练很多了。哎，我还以为 Yolo 老师要一路站到天亮。烟花那边也练完了，是不是？超梦啊！超梦之后可以来用。超梦比较好看欸。UB UB 也不错吧，好像又快要有新的欸。UB UB 有梦幻，有梦幻，有梦幻，超过了。哎，这人机，这人机，打开。不是欸，现在是人。他可能也想 UB UB， 他可能也想走了。他一下都没还手，他是感觉就是来送的，来死的嘛。嗯，他就来死了。哎、欸，有金箱哎、欸！够金吗？理论上是没有人机了、啊。不，十级等可能会有，但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没有，在这个伺服器应该是没有。国服现在30多万人在线，打个 NG。很难有人机。有没有范马勇次郎的 skin？ 木有呢。其实快打六的 skin 很少，他那个 mod 很少，没怎么在做。势不可挡。这个头像是干嘛的？那个开了之后，范围会展开一个领域，然后大家都不能开大招。我可以把它展开，领域展开了，然后展开奥义封禁，这样对我们有利哦。这样，应该没有特别有利。毕竟我们都不太会用大绝。我这只蛮吃大招的，你那只也蛮吃大招的、啊。你大招减伤90%、啊，真假？所以你开大招的时候，你没有发现你很难被打死，而且你还会吸血。你是选斩5刀的还是斩3刀的？3刀，就一开始我没得选啊，我就是第一开始那个。哦，你打这么多场还没得选吗？好运气，妖刀器好像没有很多。好运气呀。走去这个阿军宝库，428尺，听起来很不吉利。你在开炮吗？有哎、欸，我有听到枪声哎，可是不知道是谁。嗯，我躲一下吧。来了，在上面，在打哎、欸。决定先来试试。试试我的大。我决定先送他们一个火球，再来烈火分身，来一道大 combo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有有有，一大堆一大堆，这里一大堆哦。有得到吗？如此怕。OK， 我用完了呢。我再送他一发。哎、欸，对你被震，为什么是我被打？快快用拳头扁他，用拳头扁他！好问题，我的刀不见了。你的刀不见了，那你找一下。哎、欸，我的刚刚那个双戟呢？放在我的武器背包。厉害呀！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你还有新，你这个还有新的那个新操，是有老歌了。我以为你只有那个、啊，那看那一组。哎、欸，有人拉我，有人拉我，两组，一组应该是同一组。先帮我这个，我送他一个火球。打的吗？
大凯那边是隐形人吗？有那个很少。有更能打的吗？可以。啊，可以。两个而已、啊。轻轨加轻轨改、欸，夺魂太刀。好，那都给我吧，我玩我转太刀。在这个石头上这边，这个。这里有指甲，大凯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是毛没有？我来了。获取任务，校正者。无眼。校正的指甲。就在隔壁哎、欸，我们去打他们。再见面。哎、欸，他就在这里哦，就在这里哦。你们等先开大，然后我马上奥义。那有人，那有人。我马上奥义封信。右边，打错。哎、欸，他还在舔尸体哎、欸，怎样？飞了！这他为什么一个人敢叫阵？都用完。他好硬哦。没死吗？没死，还没死。不是有人来了，对不对？有个指甲的人在里面。没错，他队友都来了、哦。我知道了，后面又来了。哎、欸，完蛋了！奸商失败了。阿蒙，是你喽！你们先开袋。看起来癫痫。啊，不过是同一只角色。啊，大海，你讨厌空手夺白刃呢？好，他第三个队友应该差不多补满要回来了，你可能要跟大凯先汇合一下，看能不能偷拉我。他们倒一个，他们倒一个。他要拉，他会拉，他会拉，他会拉。哎、欸，拉！多谢多谢。我送他一个火球带走。大家先恢复一下。死了吗？有看到，他跑上去了。上面。哎、欸，在打、欸、这里。有别躲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先补，我先回来。这边有人。先扁这个。靠，被困住了。哇！我死了，我死了！这东西太有用了。好、哦，我也死了。我还可以魂复活。我先救你们，你们先别冲动。我们这里超多，我这里超多人的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很强，偷的，信我。好，我先去拉血嘛。啊！我靠！有人奥义，领域展开了。这东西太有用了。武林鬼封禁，你还好吗？我大概可以把大凯救起来，应该。大凯先往河那边跑。先歇会吧。毛，你那边有点危险哦。没事，我走了，我走。这种白痴小伙子啊！哎呦，龙王的笨猪！我直接把他炸死。可以说不错。哇，龙王的愤怒！大海那个吗？那个残血，我没有封锁了，我需要杀他。我掉刀了，掉刀了。哎呀！阿毛救一下！我来了，他的兄弟也来了！哇！精彩了，这个人等一下，武器没那个了。OK， 我们要开始了。哎、欸，这两个女人很凶。超派，这两个超派，金甲的真的太凶了。超派，砍他，这一刀！哇！双截棍，咚！是超派还是超派天？超派，他真的超派。哎、欸，毛，你快走，他放过你。我只能说，我死了。我只能说，太极的救大凯了。大凯，你就是讲这种烂笑话才恐怖。
超快听啊！那我知道把你领回国了吗？但还好，因为你在臭哎、欸。完啦，要打喽！可以啊，大凯这张打了快10000呐、啊。对啊，哎，是每场多少经验值啊？刚应该有个300-400吧，那伤害。十，哎，十五等。哎呦，左边那个零零也蛮爽的。你看大凯是活不久了，会有人处理大凯啊？会啊，大凯找到原因了。你怎么被处理了？说，我们要被处理啊！太危险了啦！珍惜有大凯的每一刻。哎呀，最后一把打完，我宵夜应该差不多到了。超派听到是谁说的？可以由大凯帮你解释。我先去上个厕所。超派听啊，这是超派听啊，超派听啊，超派听啊，超派听啊。出发，出发！恐惧。现在世界赛是几强？八强吗？没有错。哦，然后这个礼拜会把八进四打完这样子吗？还是会还会更多？就打四场啊，对吧、啊？就打出四队。哦、有哎、欸，反正就一个礼拜八进四，四进二，然后冠军。没有错。大概直接在厕所可以选出生点，是吗？我早就选好了、啊，我选完才去的。哦，对这游戏吃鸡有什么心得吗？就把所有人都打死。这一场最后一场啊，你不再带我们吃鸡吧？我肯定带你们吃鸡啊，吃了然后收工。去哪呀？这是长生寨。上面是什么呢？那个什么宝藏被找到，那什么，就是有一个宝库啊，有人找到钥匙了。嗯、他那都很肥的意思。也不一定，有的宝库是钱的宝库，有的是装备的，看他开到哪一种的。哎呀，15啊，有哎、欸！我刚刚有听到有一个人在这边飞、欸，还是你们在飞、欸？我没有飞，阿宝，我离你们很远喽。先集合一下好了。好，离太远可能会有点危险。哎、欸，我找到人了。我也找到了。我先救毛。极限救援，你在房子里还是外面？外面。外面有人、啊。两个人啊，你先走到底。我帮你断他，你就走就好。三个，他们不是一组的。好像没挡到。
这个怎么有学生服的？解决。哎，蓝甲呢？哎呀，哎呦，哎，就救大凯了。喂，好，先拿个货刀。蛮亏。OK。哎，房子里有人。哎，他们都复活了！哇，被跳正了。哈、啊，没动过、嗯，感觉我要复活了。没错，我也走了。OK， 一起在旁边复活。隔壁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我们这里啊，大概来。好，他们就从这里复活，然后过来报仇的、啊。再杀他们一次，他们就没了。地府不会收我。我们那边有是吗？说站起来咯，站起来咯，准备回去报仇。大概由你开战，你比较硬，你有大吗？ OK， 我又回来了，把他保佑断了，我把他们吸在一起了，自由开火，龙王的愤怒哟。好，被卷起来了，别慌，我甩到他下来，又下来一个，我腰刀不是一个，不是一个，不是一个，一大坨一大坨，后面有人哦，你腰刀先试，先撑一下，有人跑了。我拉开了，完了，我按错了，他们应该我还可以再复活。好，那你再复活，大凯，你坚持一下，我马上来。哭啊，我啊，按错了，错了。我救大海，你对他，啊！不要砍我！啊、对呀、哦，来开个大试试。哎呀，开大了、哦！他大没有我的大强，理论上没有。爱欲将慢，崛起。魂息回去，开沙暴了、欸！哎、欸，他们准备被传走了，你们赶快补啊！啊，他们也有一个救人，他们也有一个大哥，大哥在后面来了，来了，在后面，我帮你震他。阴之力，真毒的。我把他干掉了，我去处理那个大哥，我补一下，大哥走了，他们应该就没戏了，后面掉了一个人下来，再补一个，你不用补一下，我要，哎，他复活了，大凯，我救你，对呀、啊，这隐形仔是怎么样啊？他就是技能就是隐形，好、哦，哭按住，死了，生命未通，我也是，不可，来呀，哎，暖暖的，我可以救你们，只要你们坚持一下，哎，被发现了。哎，完蛋！你可要躲远。哎呦，这把不算，这把。怎么啦？聊天室又有人别放弃，又有人要打架，是不是？反正救他。他为什么都在我们整队出去的时候跟我说这句话？千万别放弃啊！大海，你这还没开到大，为什么都是这个伤害？
我看到大，可是我用不出你那招哎、欸，刚刚你的那个动画的招，我只能有个小镰刀飞过去砍一些而已。啊，动画是第二个大，你要选第二个大才行。我没有，我没有开。你第二个大缺什么？修行不搞，看一下，开了吗？没有。啊，你们左边任务记得解。我推到解杀了，我看一下。来啦，我开一箱看能不能开到这个限量尼尔白色 skin。 阿弥陀佛，宇宙天地赐我力量，来了，普通，可惜不玩这只。猎人现在还有那个中配在播，哦，中配也开始了，在 YT。啊，那个嘞，巨人嘞，巨人的中配听说很好听嘞。巨人有中配啊？巨人有中配啊？艾伦叔叔嘛？你做我？莱纳，你做啊？你做我？中配的很好哎、欸，但我没去看。有啊，中配有料的，中配应该有料的，大家一定要多支持中配哦。哎，高速尿尿。三十分钟了吗？还没。那完蛋了。没事，他还有那个复活台可以救他。回归，刚好身在金堆旁边。金堆都掉这些垃圾。开局有人被拳头打死啦！我靠！不是他操控啊！他应该是金色的武器，哭啊！我在复活，太强了吧？不是不是，他塞告，他一定金色武器。你说武器对打，如果他是金色的，我会被弹。我操！你不会被弹，但他会两刀把你打死。会弹了，我还有返魂的机会哦，没在怕。对对对，没错，你们有返魂的机会，赶快来救我。我拿武器拔出来。到处投胎，我暂时投胎。哎，空手夺白刃会失败的。空手夺白刃在蓝招才会挡。哦，阿毛剩一个，我可以再返魂。哎，你先救人，你先救人，你先救人。他们在打，他们这里很乱，画面很乱。啊，一定不会看到我在旁边救人吗？对啊，一定看不到啦，他们都瞎了。还是我先救你，先救我，你先救我，我会比较好。就是这种吃鸡游戏的玩家的静态视力，
基本上你打不动，他们就看不到你。我将尽力而上。电子竞技不需要视力了。这样就好。他们在旁边打。收尽一切。大海好像在挨揍。偷啊！没事，大海，我先把他弹飞，你先走。哭啊！哎呦！又是灵魂状态。三更已到，三更已到，把你送走。三更。让我把金武挣下来，我没捡到。三更。哎、欸，他有大。闪他！哼，还敢在你面前捡东西啊？你飞出去有点危险。你以为剩我一个？我在哪里有差啊？你在里面至少你可以取消大招先救人。那你觉得？你以为他不会冲进来？这把不算。刚好开局遇到一个拿金刀的赛狗。三更已到。三更已到。怎么了？又啊，一直弹不掉哎、欸！哎呦，他把你弹爆了。对啊，又没有弹到了。何时才能吃鸡？想吃就能吃啊，黄哥哥。Jungle Fire， 一如既往。开盘吗？好了，最后一场了，吃鸡盘出动。大家有看这一部吗？头文字 D， 新的。噔噔噔，等下部那个。最新的 MF Ghost 有那个拓海的儿子，拓海的儿子没有没看，好看的，还不错啊，在那个巴姆特就有了，那可以看机了，他也开86哎、欸。果然他的儿子也是得开86的。哎，长生寨，我看一下，一队、两队、三队、四队、五队、六队、六队，基本上能活着走出来就等于吃了。86是没有极限的，86可以改呀、啊。你那86引擎一改，轮胎一换。就变钢弹吗？还是什么？就变超级86，就变 GTR 了。GTR。他这一台86，至少他这一次开局开的86，我没事，是没有那么厉害的86。我没事。哇，没想到这么香。上面有人，我被摸了一下，难怪他说你没事，他系统还能判断出你没事。此人命数已尽，哭啊！直接被秒嘞，哭啊！两个人都顶死了。揍死他，阿毛。OK。走，去救大凯。好，我没人，旁边没人，旁边没人啊。OK。那我们等等再回去守他的尸体吧，感觉他队友会救他。还没有起啊。反击不进。
这水果吃一下吧。水果吃一吃啊！啊，这边东西拿一拿，虽然不是很肥，但至少能活。连甲都没有。哎，这里有一个，他看到我了，但他不一定敢上我。我把你引过来，然后再打你。不急于一时。哇，他就一个白甲，他也没多猛。我杀死一个。OK， 这里急需支援。没有九尾妖狐啊！哎，这个九尾妖狐一滴血，没甲，没甲，没甲，砍到就是。哇，被秒了。我们三个才是一滴血嘛，他们已经翻，他们已经完血，是不是？他没甲了，没甲，基本上碰到就死了。我们要一打三吗？平台。哎，走走走，去这个返魂台。灵魂形态。哎，这里刚好有人也在复活，哎，赶快拿一拿回来报仇。啊、哦，复活的开始打了，没有。要不要等我们一下？我在等你们。等大开。他在这里。哎，五秒。捡尸体。等大开。拜托，复活是一把长枪。好，我先。哎、欸，他在等我们复活、欸，哎，他想挑战我们了、啊。他不知道是三个是不是？来吧。你咋没炸我？他大哥、啊。我把他震掉了。有大开大，不然可能就要。哎，这个先拉，这个先拉。海战当先呢 ，Lady First，Lady First。完蛋！女的那个倒了，百战当先。这个百战当先是打正常是打不过的，不能跟他打。先补，先补，先补，他们外面再打，他们外面再打。大局竟然都处理不了他，哎、欸，毛倒嘞，毛几个？我可以再复活，一个，哎、欸，好像不用哎、欸，他走了，那我拉我，那我过来拉你。他们那边在打，而且有点激烈，看你要不要，我们开几枪吧，让他们知道有我们在。给压力，让他们知道有我们在，嗯，给点压力，是有好处的吗？说不定恢复了。可以赚到人头，所以要回过去的。这个人有金甲，走喽，兄弟们！撤退，撤退！小心为上。这个他们是双金甲，怎么打、啊？快走！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的建议就是快走。大海可能被抓住。It's me！ 哦，弹刀了！是啊，大海。哦，等他走了，我会过来救你啊！你看他走了没？他走了吗？大海，我在这草丛里，随时准备回去救你。他在旁边打，他就在我上面打。是啊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起来吧 ，Joker！ 按 Joker！ 参战，要参战了。先用枪参战吧。哎哎，怎么那火男跑过来嘞？这火男必定残血，残的残的残的，先追他快没大了。火男残血没大。干了呀！我直接复活。OK。靠，我这个伤害为什么都打不到？我他妈是暴毙了，一直在找钱，不太懂。大概你撑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这局不是撑一下的问题了。可是还没看到我，趁现在赶快捡。这个机器给打透，感受不到疼痛。靠，金扇！
靠，要换做武器，哭了。我金扇就在他旁边。被打死了。你降伤90他被打死了。还有金扇呢。我偷偷的，偷偷的绕，还没人发现我。后面还有一个。目前为止还没人发现我。我先救毛吧，毛在，毛有点远。反问他那边三个哎、欸，超多哎、欸，好像有一个就在这个屋子里面。我先把大海救起来，我们再去救毛，我去救毛，你躲起来。他们往那边走嘞、欸，好像不快给我一刀就死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回来了，他跑回来了，他跑回来了，他发现你们了，全部回来了，全部回来了。兄弟们，啊、为了保机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完了，D9，没事，D9也能跑。啊！为什么一定要追死我啊？我双返回大厅，返回大厅。外伤还没到，还能打一场，可以不留活口哎、欸！我要更输呀呢，追到死啊！对啊，我整场就那个白刀白甲打到底、欸。别我了，他怕狼刚五输要安呢，刚五输要安呢啊！拜啦。来听 U阿索比合集了。U阿索比什么时候来啊？赛啦，没有票，我不知道。一月才来啊。一月才来，票好像一个小时被买光了。啊，是一秒，是一秒啊，一秒没了，没错，一个小时也太久了。啊，确实，一个小时有点太久了。他不宕机了一个小时吗？现在票是不是已经几万块啊？好像还要改名。是要去那个户政事务所陪同改名啊？然后一张好像还要几万块。对啊。这次还要唱几首啊？感觉好像也不会唱很多首吧。小场次，经典的应该都有了。身份证号码能改吗？身份证号码应该不能改，但你名字可以随便改。中华民国的名字可以取24个字的样子，你可以多塞一点，刚好凑满。一辈子只能改两次，法律是活的，等大家都有需要的时候，就可以多改几次了。啊，这个怎么有金甲？为什么每一场都可以没甲？
哎，先别那么金甲的，受不了，我整场都没甲，就是被你们拿走。我直接复活。OK， 金甲开始了，金甲 ID。金甲跑了，有金甲被抓了。他跑不了，他跑不了。我建议先溜。不行，不能溜，大海，不能逃。忍不住了，是不是？来了，打！啊，为什么被一下就死了、啊？他是大海，赶快复活，打！没问题，必须在这里胜出，必须拿到那个金甲。我站起来了 ，I am back。哎，帮我打那个金甲了，快进来！来来来了。他拼尽全力了，哎，地线！我震到他了，尽全力！我想拼尽全力啊！金甲换我拿。不及于一时。很浪了，有哦，我被他砍起来了，全灭了是不是？他们会复活。复活了，复活了，复活了！有弓箭，有弓箭。标的位置，这里有好的甲，这里有好的甲，你们先来换甲。弓箭手跳下来了，弓箭手跳下来了，在你那吗？大眼睛进来拿甲吧。我们反方向走。哎，他刚拉一个队友，很惨。就一滴，我去收拾他。这个掉下来了。是啊。后面怎么有个人在救啊？他真的以为我们是瞎子啊！啊，直接到后面救哎！看不起你的静态视力耶，大海。真的哎，我那静态视力狠狠的锁住他。身上有。大海，你有跟丘比学两招啊？一定有的。嘎啦嘎啦嘎啦！该锁。大海声音又变小了。是不是又远了？我又沉浸慵懒模式了。你又躺下去了。嗯，舒舒服服的躺下去了。那椅子不是可以调高度吗？直接给它调到最高。哎，有一个在我面前，就在这里跳哈。哎，不对，是一组。什么呀？哇！满血满甲，为什么？不是我满血满甲哎！哇哇！怎么飞走了？好，原来是被抓了。老哥，别救了，没得救了，快跑啊！我是直接被秒杀，很奇怪。我偷偷的，你偷偷的等他们走了之后复活，然后先拉我。我靠，他这个大佛。他们在打，他们在打。要怎么样才可以把一个满血金甲的人秒杀？看不懂哎、欸，我是真的一刀死哎、欸！你先救我，你先救我。不是不是，我快，我快要消散啦、啊！你的恩义我会铭记。啊，早说嘛！我已经是采取逃跑模式了。哎、欸，大凯，大凯。他没路、欸，他一个人，他一个人，没事，大海在偷救我。只要我起来，情势直接逆转。暖暖的。哎呀，两败。这样子。哇！哎、欸，变身了，哭啊！大家先拉扯一下。不是老哥，我们一起跑的、欸，干嘛？那我要一起跑的，要这样啊？这个光头的、啊，这光头直接把你砍死，怎样？我靠！光头变身，大家一起跑的，突然一个出手，光头太恶心了。外面有一个人在变身了，对啊，外面有个人在变身了，我们要一起跑。一转角就扁我，真的好恶心的、哦。经络未通，不可。看这个人跟我尸体要舔多久？经络未通，不可。哎、欸，他们不同队，他们跑去打舔我尸体那个嘞。你
把人引到他身上，他被打死了。啊，我可以救大凯啊，大凯。行啦，没事，我感觉我消散的速度偏慢。外面我没看到变身的那一个，我有看到一个龙王的愤怒。这样就好。小凯，这光是哪一种变身呢？他突然身上发光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你干打，我上面支援你啊！哎，我抽到他了，他在这里是变不了大佛的，巨人是没有办法在狭窄的地方变身的。对呀、啊。斩马刀给我了，啊！斩马刀你拿。靠！我的哎、欸、，OK， 金甲的。好啊，他兄弟们都来了。哦，斩马刀没拿到啊！哎，你没拿起来啊？嗯，我没拿起来，我感觉身上满的，刚刚你没反应。哎，可惜，可惜，吃东西了，外送到了。准备来去看YOLO教学好了，啊，不然换丁义上啊，这边换丁义上了吧？啊，丁义换你上。他溜了吗？他溜了。丁义去读书了，假装去读书了。啊、好了，今天玩得很开心。今天玩得很开心，来去看师妹打好了。再见，再会。再见。别队的师妹，看一下，观察一下他们的状况啊。啊，大家去看一下，还有怎么这个习惯啊，都给他找一下，这样我们这一队比较好赢了。啊，其实我到时候也可能是要打到他啦，到时候呢是走这个 KOF 制，就是大将一路打下来，啊，只要我不输，我就是一路这样碾下来嘛。